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AWS 学习。那个，我们继续学习 AWS 的内容。因为这里最后一点啊，最后一点学习的时候呢，我们那个拆这个 Snowflake 这个内容，因为因为我们在具体的一些情境下面有使用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它不是属于这个 AWS 的内容，但是在 AWS 里面，应该是可以被使用，或者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大数据仓库的这个管理系统，所以我们这里要去也给他做一个学习，跟 AWS 一起学习。然后他可以看啊，这个关于 Snowflake 的这个基本介绍，它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 AWS 里面它本身也有这个 relational 这样的大数据管理系统，也有这个 query， GCP 里面有这个 query 管理系统，这个大数据管理系统。可以用来这个数据仓库或者数据，但是 Snowflake 的话，它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，或者仓库系统。我们暂且叫它这个做数据仓库的系统，就是可以提供大数据的这个处理。然后这个它的这个虚拟 PCP 下面包括这样的一组这个 EC 图，是应用主，首先是 cloud 的服务，这是最顶层的，包括认证和程序控制，然后这个，可以对它这个整个结构进行管理，有优化器有这个安全管理，有这个买它数据的这个管理器，然后有了这个东西，它再进一步，它就可以进行的运用和这个查询的 query processing， 然后最后这个数据的存储。它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架构，这个大数据的管理，跟这个 Redshift 的 BigQuery 一样。所以说他们这里就做一个简单的比较，就是哪一种更优啊？这个就是个细去比较，因为实际应用中的话，可能客户只能来应该大家是差不多，现在差不多 Redshift 的 BigQuery 和。然后这里 Snowflake 呢，它是，当然它单纯数据运营，它和其他的这个应用，可以用来做这个 data engineering， 这个就是叫数据工程，叫数据服务，就是仓库。然后 data science 就是数据计算，啊 data prediction 做一些数据应用，还有这个 data challenge 可以数据交换这样一些应用，这个数据仓库呢，这个概念的话，其实已经比较普遍。它这个数据仓库的概念里面呢，它是可以存储这个个人化和非个人化的数据，然后可以支持大量的这个数据查询啊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各种标准。数据服务呢，它这个概念呢，要比数据仓库呢，我就感觉是小一点啊。主要是存储这种，也是格式化的数据，这个不太包含，就是非格式化的这种数据。工程呢，别人想做什么，就是要对数据进行加工，主要是清洗加工这样的一个东西。这个里面呢。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数据量很大嘛，所以这个基本上呢，它需要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工具，就是 copy command， 然后对数据进行各种处理，也可以像这个 POS 发片去进行加工 join 啊，但是它这个可以进行这个 join， 这个感觉是不可的，就是它不可以，它是不可以这样，就是把数据这个 copy 过来，一个是这主要是用做数据交换，一个是把这个数据仓库里面拷贝出去，第二就从文件呢或者其他地方拷贝进来，就是两种原因。很多 part information schema 的 monitoring
就是这个，它可以把这个历史数据这个，保留这个数据更新的历史，你是什么时候拷贝进来的，把它拷贝进来，然后什么时候拷贝出去过，然后这个它还有一些关于 task 管理跟流处理的这个功能。task 的话，就是你这个，什么时候执行这个什么样的把期，然后流处理的话，就是这个可以针对流出的数据，具体的话还有这数据科学，就是这个 data science 单词，这个就是利用这个数据去进行这个，进行一些这个叫什么，叫人工智能计算，然后 data 不是一型，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这个。对数据进行加工，主要是用标准 SQL，这里就是可以进行各种作用。那它数据一旦的放到数据库里去，它就是一个结构化的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个 join 各种 SQL 的各种复杂的 SQL 处理，而且它会比较高的这个效率和可能。然后数据仓库呢，数据交换呢，它主要是针对他们可以用一些这个，就是。怎么讲呢？就是用数据的这个，就是市场可以到数据上销售，去买卖这些数据。然后关于这个 Snowflake，这还有一个这个，怎么讲呢？比较详细的，就是拷贝的这个命，这个其实我们需要记住，因为后面在程序里面用。它这个进到它这个 Snowflake 的这个界面以后，就可以去创建。一个一个的这个就 query 这个 query 的话，包含这个就 slack 的语，就是过滤查询语，然后也可以包含这些拷贝语，就是这个 query 里面，这个是就它有详细的手册去解释这个东西，这个手册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给大家讲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照这个 Snowflake 的。特别是它这个拷贝命令要掌握，然后才能真正的在实际的工作中使用这个东西，使用这个东西。然后再进一步呢，给大家提一些这个关于 GitHub 上的这个 Snowflake 源。这 Snowflake 它是个开源的系统，就是说它的很多源代码是在这个GitHub 上是有的。我这里列了一些主要的这个。主要的这个 Snowflake 的这些数据，因为这个，就是我们实际的这个工作的当中过程中，我们会用 Python，就是用 Python 写一个代码，然后把这个数据，或者是调用的这个拷贝命令，或者是把这个数据就装载到这个数据仓库里面，也有可能是从数据库里面拿出来，比如说放到这个 S3 里面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。按照像这个 Snowpark 的 Python demos 这样，知道怎么去写。然后跟如果它涉及到这个 AWS 联系，我们要把它导到这个 S3 上面，对吧？那这个里边 Snowflake 它本身还提供了一些这个机能，可以让我们来完成这些。所以关于这个 Snowflake 的详细的操作呢，我们可以借助于这个跟 AWS 的来看一看啊。它这个，就这个包提供了哪些？因为这个它是用这个是只用 service catalog 的话，前面没有什么讲。catalog 的话，这个也是 AWS 的 service，那我们可能详细查一下。它可以自动的把这个 Snowflake 的 storage 集成起来，和这个亚马这个 Amazon 的 S3 集成这样的一个，我们可以看看它这个里面的一些结构构成。我们在 AWS 里面，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启动它的这个 category 的这个 value，
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然后，这是 Snowflake 的这个块，这里面存储的这个 Snowflake 的数据，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 service category，把这个怎么讲呢？应该是 Snowflake 的数据抽出来，放到 S3 里面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或者是放进去。然后要完成这样的工作的话，要完成这样的工作，我们可能要借助这个软件包里面的一些功能啊，就是基础的这个要把这个，就是这个包，这个包能给放到这个 S3 里面，然后我们放到这个 S3 里面去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创建这个角色，然后给它赋予系统管理权限，然后把这个什么的什么的做完了以后呢，就是在应该是在 S3 里面还要写一些程序，写一些程序来这个 Python 的程序或者什么来完成这个数据的这个。这里有一个 sample，一个 sample，然后。执行编看具体的，我们这里，但是，我这里没写，写具体的话，这里有一个，各种有控制文件，有这个就是，就相当于是 Snowflake 去读写 S3 的这个包，提供了这样的一些包，然后。具体的话，这个就是这个这 category 的这个配置文件，这有点像这个Docker 里面的这各种文件。其实这个叫这个在我们写的 YML 文件可以实现一些功能，实现一些这个读啊、跑呀这些。详细的东西，这里只是简单的罗列一些资料给大家参照。详细的东西呢，大家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探讨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讲到这里。